啊，好大头发，出去再来啊！也是，就是这些桃花。桃花是五颜六色的，这种全部是红色的。哎呀，我好久没跟我对摊了，跳溜溜干嘛？你不溜到眼了，快点溜回来。哇哈！你看这个桃花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今天呢，我特意带我的姐妹过来看一下这个桃花，然后希望这个桃花呢，可以给她带来好运连连，好不好？好。最主要是今年呢，一定要脱单啊！所以说，我就把她带到这个桃花地来。怎么来到这个桃花地？我发现，哎，我发现你有没有发现，来到这里有没有看到？女的比男的多，都没女的。是啊，我发现好像女的好像比较着急走桃花运一点的哦，男的没有多少个的哦，都是女的多是吧？嗯，所以说现在女的单身也是蛮多的。嗯，对呀。哇，你看这一棵，哇，那这个多漂亮。嗯，好香啊，很香。这个不能摘，只能够欣赏着看，很漂亮。帅哥，帮你找个帅哥。有帅哥嘞，搞哦，来搞哦。有帅哥，全都是美女。这两个不合适啊。来来来，都是美女哦。哦，你看她穿旗袍好漂亮，穿旗袍的，穿旗袍很漂亮。哇，那穿旗袍，下次我们也穿旗袍来。古装更好。穿古装啊、嗯，古装好一点、嗯。可以了，德哥。拿在地上啊，放到地上拍。地上行吗？你自己都。你看，咋？你录像过你是真没啊？唱啊，回去忙啊。要回去就回去，哎，你这背景都。圆圆啊，嗯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桂平啊，单身的女孩子特别多，是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是美女，好多都是美女，都是来这个桃花源这里，想找一个靓仔都没有，想找个靓仔，然后脱单的，你看是吧？来到这里才发现99%都是美女。聊我对话，我说除了我不是来这里走桃花运的，他们都是来这里走桃花运的啊。风吹透临门树花，喜鹊枝头的叫喳喳，点赞的帅哥走了桃花运，个个美女都想嫁他。哎呀，这个德哥啊，今天啊，你真是走桃花运了。是啊，整个桃花源，整个桃花源就你一个帅哥。你很抢手的哦，记住一下这三句话。很抢手啊你哦，你看身后全是美女，就是你一个帅哥，你说抢不抢手？桃花运来咯。哦，桃花运来咯。桃花运来了。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山顶的民宿。跟着我们德哥，哇，好多房，好多房间。哎呀，你进来就要做这个，像不像那个四合院一样啊？它里面是搞得蛮漂亮的，里面。或者我帮你拍照，我看。就是。一点。
这个比较密一点啊。等一下。你们买的不是很累了。